赖清德回访台南故庄，与子弟兵一同造势，支持者反应热烈。赖清德说，他与副手萧美琴都出身台南，期盼乡亲继续支持。你关系到台湾未来前途、子孙的幸福，甚至会影响印太和平甲稳定的这场的重大选举，咱再度站出来好啊，无？再度承担台湾历史性的责任，大家讲好啊，无？赖清德说，台南是民主圣地，也是文化古都，但这也为选战扭曲蒙攻的做法对台南非常不公平。他也提到，对手批评民进党不清廉，但实际比较三名候选人在市长任内，就可以知道谁任内弊案最少。林主席在亚东拢在讲民进党的清廉，我拢做过市长，会当比较三个市长任内，什么人清廉度上高？什么人拼案上少？罗清德会当经过考验啊，会当经过考验。所以清德若有机会担任总统，我一定建立一个清廉、清净、爱乡土的政府。赖清德也提出教育平权政策，明年高中只免学费，承诺照顾基层、发展经济。赖清德也比较当前台股与港股走向。证明台湾走了正确的道路。罗大强，经常有的电视使劲望台湾台南报道。